这个永安号人要做新加坡的先贤列传哦，里面有讲到这四个是他写的，所以是一定是借鉴，没有错。他、这个人是一个书法家哈，经常出去农村新加坡。再来我要提的是说，他这个人哦，他是不识字的。他当他在准备这个做事前呢，交代他的人说，我离开公司以后，你要帮我